话，实在是不呀不撒谎，实在是不撒谎，不撒谎。写作业呢？你找谁呀？哦，这个是郎大树家吗？是呀，你到底找谁呀？郎大树在不在家？我爸住院。哦，你爸住院了。哎，那你妈呢？我妈去医院护理我爸了。哦，都没在家。哎，小朋友，你是不是叫小连生啊？是啊，你是谁？我啊，是你们董老师的好朋友。你找我有啥事儿？啊，是这样。哎，董老师进城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，昨天晚上他进城的时候给我留了纸条。哎，那董老师被车撞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董老师被车撞了？董老师昨天在城里啊，被一辆面包车给撞了，现在住院了。他呢，把你一个人放在家里啊，他不放心，让我呢来把你接过去。董老师，他伤得严不严重啊？没事没事，就是腿折了。腿折了。这样吧，咱们赶紧收拾走，找个邻居带接你去见董老师，好不好？走走走走走走。先让你妈妈再收拾一下，我先去了哈。哎，好嘞。车在前面了，面包车为啥不开进村子里？哎呀，面包车来的时候爆胎了，司机不在那换轱辘吗？啊，快走快走快走快！林生，林生，董老师，董老师，秀儿，林生呢？董老师，你腿没事吧？我腿没事啊，咋了？刚才来一个男的，说是你的朋友，还说你在城里被车撞了。把连胜给接走了，接哪儿去了？往村西头那边去了。好好看家啊，静儿，你看家啊。董老师，你要去哪儿呀？找连胜。快点，叔叔，那车在哪儿呀？车在前面，就在前面的树林里。车为啥在树林子里呀？这不怕晒晒放炮了吗？走走走，你不是前轱辘已经放过一次炮了吗？这不又晒放炮了吗？你快走吧你。我不去。我去，小兔崽子，你走不走？我就不去。你不去，你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放下！救命啊！放下！别跑！没事。老师，没事，你没事吧你？没事。老师，你没受伤呀？受什么伤啊？他们骗你的。他们啥人？为啥要骗我？他们是坏人。来，起来，我看看你。真没事啊？没事。你呀，真是的。
哎，蓝月。喂，佳亮。我刚回村，你知道吗？连城差点被人给抢走，幸我回来的及时啊。是不是曲平啊？我想可能是曲平派来的人吧。那你看着曲平了吗？没看到啊。那现在到底怎么办呢？这样，我带连生啊去公安局报案，这个线索非常重要。对对对，你赶紧报案啊！啊，好嘞，哎，走吧。你呀，真是吓死我了，都是。回来的，本来吧，我都把那孩子抢到走了，可走在半路上追上来一个男的，愣是把那孩子给抢了回去。谁把孩子抢走了？可能就是那个董家亮。哎，你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你干啥？哎，我去叫董家亮，我要把孩子要回来。你找啥找啊你呀？啊，他看到你一定会把你摁住，给你送到公安去报案不可。我跟他好好说，我求他把孩子还给我。哎，你回来你，好好说，好好说，你说啥呀说？骗了人家那么多的钱，感觉要孩子。不行，我把孩子要回来。哎，要什么孩子？要回来！你要孩子，你快上车吧你！要回来孩子！哎，童总啊，啊，这个事是这样，你说我家那小玲啊，她挺任性。啊，那我跟她说了，我说人童总他儿子早就不败家了。不是，那个我说人家早就学好了，是，那是，那对呗。童总啊，我跟你说心里话哈，我是100个愿意让我家小玲嫁到你们家去，可是你说这死丫头她就这样。哎，不是，童总啊，那这样吧，你再给我一段时间，我好好做做他工作，他要是想通了，那个同意了，我马上就给你回电话啊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哎，就这样，童总啊，再见。哎哎哎，你做工作是可以的，小玲，要是能嫁给童老板的儿子，那是非常很好。你说话好听点儿，别老说人家童老板的儿子败家败家的，人家不乐意听。我刚才说秃了嘴了，然后我去找小玲去了。婉女儿啊。婉女儿，玲儿，玲儿，阿树啊！啊，阿树！啊，小玲跑了。小玲跑了。啊，你看看。去北京打工了，他突然想起去北京呢，是一个人走的。你说这孩子从来没自己出过门，可急死我了。会不会让人拐跑了？你可别吓唬我了，他那么大个姑娘，别人拐他，他就跟着跑啊？是不是跟蓝天走了？这样，我给小玲打个电话，问问到哪儿了。别搁手机打，手机那贵，搁座机打。关机了，给蓝天打，快！这咋不接电话呢？估计他俩是在一块儿呢。天啊！我是你二嫂胡彩凤。嗯，家这儿。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在城里了。伺候你家郎大树呢，怎么的？啊，那个你看见小玲没？
我上哪儿看他去？我给他发短信，他都没回我。你真没看见小玲啊？我真没看见，我是睡觉呢。怎么的了？小玲跑了。啥事？跑了？跑哪儿去了？他就给我留个纸条，说上北京打工去了。什么纸条啊？纸条。好，纸条。对对对，那个二姨，我去北京打工了，怕你不同意，没有跟你打招呼就走了，请你原谅。不是，他什么时候走的？不知道，我吃完中午饭就没回来。跟谁走的？不知道，反正是人没了。你给他打电话了吗？我打了，他手机关机。怪不得我给他发短信没回。哎，你没问问刘金柱啊，知不知道小玲跑哪儿去了？对，那行，我给刘金柱打个电话啊。刘金柱也关机了。刘金柱也关机了。啊？小玲关机了，刘金柱的电话也关机了。他俩会不会是一块走的呀？哎呀妈呀！会不会是刘金柱把小玲给拐跑了？不能。金柱虽然心眼小，但平时挺正经的，从来没打过小玲主意啊。那过去没打过，万一他冷不丁突然有这个想法呢？不可能，金柱不是那人。二哥二嫂，呀，哦，高云，那个，我们家金柱在这吗？哎，高云你可来了，我们也找金柱呢，是不是金柱没了？是啊，今儿早上我俩拌嘴了，他一生气就走了，我到处找都找不着他，打电话也关机，他没在你们家呀？他没在这儿啊，妹子，小玲电话关机了，刘金柱电话也关机了。会不会是刘金柱把小云拐跑了？不可能，就算是金柱有些心，那小玲也不能跟他跑啊。我明白了。明白啥？他俩肯定出去长二人转了，他俩是一副架，金柱自己唱不了啊，就把小玲拎跑了。那金柱带他走，他就跟他走啊？你咋不明白呢？小玲现在着急挣钱，想把天上的债还了。他不说去北京吗？不可能啊，北京人不听二人转啊。扯淡，他上啥北京啊？他就是不想让咱们找着他们。那他们去哪儿啊？他们，我分析啊，走不多远。那个城里不有一个二人转剧场吗？金柱跟我说过，那个剧场找过他，肯定是上那儿了。那个，那金柱走时候没跟你打招呼吗？我俩早上不拌嘴了吗？啊，哎，蓝天不是在城里吗？咱们给蓝天打电话，让他去那剧场看看，看看小玲他们在不在。对，我给天打个电话。哎，喂，天啊，我还是你二嫂。哦，我知道你是谁。哎，说正事儿啊，我刚才给刘金柱打电话了，他那儿也关机呢，你没去家里找找？那个高云来了，刘金柱也没了，他俩肯定出去唱二人转了。这个作死的刘金柱，平时没看有这么大本事啊，敢把小玲领跑了。我分析了，他俩肯定走不多远，肯定上城里的剧场唱二人转去了。那个你去看看，看看他俩在不在啊？行，我知道了啊。天啊，要是在的话，你给二嫂回个电话啊。好了，我知道。二哥二嫂，要不？我也进城找找去吧。不是高云，你别着急，咱们等着天儿电话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他俩人呢刚进城，估计现在出不了啥事儿啊。二哥，你他俩能出啥事儿啊？你净说些没用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的意思是他俩肯定不会有事儿啊。那行，那我就等蓝天电话吧。这个死刘金柱，你等他回来，看我们怎么收拾他。那我先回去了。高云啊，你别着急，有些事我告诉你啊。行，二哥。慢走啊。
哎呀，我问你一下啊，这个是那个《超人传》那舞台吗？对，就在这儿。你来早了，小伙子。这天天晚上演，他们天天晚上演出啊。对对对。那您知道他们住哪儿吗？住在三道街的剧团。三道街剧团。好，谢谢。找谁？找秦小玲。谁叫秦小玲？秦小玲就是秦小玲。废话，秦小玲叫秦小玲，我还不知道她叫秦小玲吗？你让我进去看看。不是，说说。好，听。快把那个后边那女孩给我喊上来。哎呀，还老板有眼光啊！就我那搭档啊，你别看我长得和善，他长老水灵了。那赛过巩俐，胜过章子怡。媒体。哎，不，我说我夸你两句，你还拿把了是吧？你能不能出来了？快出来！喊啥喊？喊啥喊？我这不来了吗？大伙瞅瞅，这小模样长得多俊呢、啊，就是长白瞎了，嫁给我这么一个罗圈腿的老爷们了。停！就你这小赖样，还想给我当老公啊？咋的？行了行了，既然咱们来到市里大舞台，就得来点真格的吧。对，来点真格的。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女高音独唱云。是曲平派人抢的孩子。是这样，前天晚上呢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他跟我说呀，让我把孩子呢放在一个指定的地点，然后呢给我抱着。什么人打的电话？是个男的。那也没办法判定是曲平让人抢的呀。那如果不是曲平的话，我也想不出来其他人了。这孩子是因为没人要了，我才把他收养的。小朋友，你告诉我啊，你能不能记住那天带你走的那个男人大概有多大年纪，有多高，是胖是瘦，或者有别的什么特点？他看样子有40多岁，长得挺胖的，寸头，有一只眼睛是坏的。还有什么吗？没有了。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我上午离开你们这儿的时候呢，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女的，这女的特别像曲平，然后呢，我想去追她，她坐了一辆出租车就走了，我追半天没追上。那你记住那个车的车牌号了吗？当时太急了，我没看清车牌子。往哪个方向跑的？我忘了。这什么破指甲油啊！这颜色怎么这么不新鲜呢？你这红的都像血了，还想咋新鲜？哎呀，你别倒腾你的脚了，整整你的脸吧，挣点钱去韩国。整成范冰冰，哎呀妈！就我这大脸还范冰冰呢，整不好整成猪八戒他二姨呢。吵吵啥？别吵吵了啊！来来，进来。谁呀？来进来呀！来，是谁呀？哎呀妈呀！来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。
这是咱们团里新来的女演员，你们看这小妹儿长得水不水灵？哎，长得水灵了。小妹儿，你没事来这地方干啥？去拍拍电影电视剧。演啥二人转呢？去你姥的！演二转怎么了？你瞧不起二人转，你还演二转？我乐意呀、啊！别听他们的，来，妹儿坐啊，妹儿啊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床了啊！哎呀，这老妹儿越看越清纯，瞅瞅你们仨这三张老脸，清不清纯谁知道啊？就是我们邻居家有小姑娘，长得老清纯了。从来没搞对象，可人流都做三回了。哎呀妈，都做三回了啊！那啥机器不报废了吗？废了就修呗。那可好啊，赶明儿我就开个修理厂，专门修女人设备。我先把你们仨先修了，到时候你们来。我看见你们先修。李老板。办好了。嗯，对对对。啊，你把这份拿给秦小玲，让她也签上。哎，秦小玲不错吧？嗯，不错，挺好，一块料。我刘金柱介绍的，那还差得了吗？是吧？快去吧，让她签上。哎呦，一会儿我拿走啊。我在宿舍找你半天没找着，找我干啥？走走走，说正事。走。出啥呢？这人咋成的谁呢？谁啊？曲平。曲平，曲平谁啊？就是骗王大叔那个曲平。曲平，那你现在赶紧的给他们去打电话呀，他们是抓小偷呢。咋了？不行，我得打电话，他们不就知道咱俩在这儿了吗？你再说刚才就那么一晃一过的，我也没看清楚啊。那你赶紧追上去看看到底是不是啊。刚来这儿，你到处乱窜多不好啊！我跟你说点正事儿啊，你看你说啥？李老板呢？让咱俩赶紧把合同签了，我这边都签完了啊。你呢？刘哥，我不想搁这儿干。为啥呀？我也不知道为啥。反正这里的人吧，都让我挺别扭的，然后看他们吧，总觉得怪怪的。说你没啥，看时间长就习惯了，知道吗？啊，那么你看，一个月工资7000，比我还多2000呢。你上哪儿挣这么多钱去啊？你干个一年半载的，你欠蓝天的钱是不是都还上了？啊，对吗？可是我琢磨吧，这儿离家太近了，我二姨能找来。傻丫头啊，我所以才让你签合同的嘛。你签了这个合同以后，你二姨她就是找来了，她能把你领走吗？啊，对不？完了，没事，好，签吧。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啊，两份都得签。是上面不？对对对，上面那个写名的地方，要写日期啊。还有一项任务，来，按手印。还得按手印啊！你不按手印，那合同能生效吗？你看我都按了吗？右手拇指。好了，哥。哎，我看看。对，齐活。这份你拿好了啊，收好。我这份给吕老板送过去，忙你的了啊，走吧。进来，连生来了。你
来看郎大叔啊？不是，看我姐，也不是。怎么连声领来了？曲平出现了。曲平出现了？对，在哪儿啊？你瞅啥呢？那边咋成那谁呢？谁啊？曲平。曲平？曲平谁啊？就是骗郎大叔那个曲平。报案了？报了。真要抓着曲平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哎，建亮哥。你知道小玲不见了吗？小玲不见了，去哪儿了？这胡彩凤给我打电话，说刘金柱也不见了。前两天刘金柱跟胡彩凤说，城里的二人转剧团想要他过去唱。胡彩凤分析啊，这刘金柱是把小玲一起带过去了。我刚才去那二人转剧团了，我真听见小玲在里边唱了。那你见着小玲了吗？我没见着，我要进那保安不让我进，我硬闯，他拿着棒要打我。这事你别急啊，这样，如果他们俩真在那儿的话呢，晚上一定会有演出，到时候咱们买两张票，一看不就明白了吗？对啊，一看就明白了。对啊。小玲电话，快接。玲，你去哪儿呢你？我在市里的二人转大舞台呢。你真去那儿了是吧？刘金柱呢？金柱哥也在这儿。你怎么能跟他去那种地儿呢？啊？那二人转唱得多脏，我告诉你，那就是贼窝。你现在赶紧的，赶紧撂了电话，你赶紧出来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多说了，我要跟你说一件要紧的事儿。啥要紧的事儿啊？金树哥说，曲平好像在这儿呢。看见曲平了？曲平在哪儿呢？就在二人转大舞台的驻地。我让他给你姐打电话。然后他说好像没看清，就没打。我后来想想，这多要紧的事儿，要真是许平的话，那不就都好了吗？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怕来人啊，挂了。玲儿，玲儿，怎么说？玲儿说刘金柱啊，在二人转剧团看见一个女的，好像是许平。那这么说，刘金柱不确定那是不是许平是吧？对，咱赶紧报案吧。不行，你没看准就报案的话，这不太好啊。咋办？要不这样吧，咱们俩呢到二人转剧团去看一看，看能不能进去。进去以后看准以后再报案。行，队长，你去找蓝月阿姨，不要乱跑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去找蓝月姨。去吧。咱俩去剧团。走吧，快。咋样？别提了，孩子没弄到手不说，八溜子还差点叫人逮着了。啊！曲平啊，曲平，我跟你说，这孩子你就别管了，你别冒这个险。你听大哥一句话啊，这孩子你就别管了。你和小金都年轻，到那边再生一个不就完了吗？我原先也没想带着连生。可一想，我就要去韩国，再也见不着他了。我这心就跟针扎似的。你别劝我了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我要是不带着连生，我宁肯不去韩国了。那你就等着进监狱吧。进监狱我也认。你认？不是你进监狱，不得把我供出来啊？肯定供。啊？你要是怕我进监狱把你供出来，你就帮我把孩子弄到手。曲平啊曲平，我早晚得栽在你手里。不是我当初答应你个事儿干什么呀？天儿啊，哎，这谁拿棒子撵你啊？啊？哎。刚才就在屋里了，是不是进去了？董老师，啊，
我觉得咱俩这么进去啊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那怎么办呢？这得想办法进去啊。翻墙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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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能干这种事儿吗？我看一下。天儿，过来来，你看，招聘启事，电子琴，二胡，啥意思啊？我可以混进去。潜伏？这样，回头把这事儿跟姐说一声，千万千万把连声给我看好了，知道没有？行，你放心吧，啊啊。哎，董事长，你能被选上吗？想看我是吧？凭我那本事，这可叫事儿了。小玲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你还有心思在这摆扑克呢？我这不寻思算算吗？看看能不能出啥事儿啊？你要能算出来的话，你就成神仙了。行了行了，别摆了，别摆了。干啥呀你呀？管他准不准呢，我算算，解解心仪呗。我都要摆开了，你全都给我糊了他干啥呀你？烦你！来，电话电话。看是不是小玲的？天儿，喂，天儿啊，找着小玲没？有她信息吗？找到小玲了。找着了？在哪找着的？她跑哪儿去了？她跑到城里的二人转大舞台去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说她跑那儿去了吧？那你看着她本人了吗？我还没见着她呢，她给我打电话了。啊。天儿啊，你要是看见他本人，你就是赶紧给他领回来啊，别让他在那儿了。行了，放心吧，我肯定把小玲领回去。挂了啊。你看，我说对了吧？到底还是去哪儿啊？你说刘金柱坏不坏啊？他想跳槽，怕别人不要他，把小玲给我拐跑了，他是不是人？刘金柱这小子，当初跟我爹学二人转的时候，我爹就说过，小子是坏料，可就是。心眼子太多。行，你等他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对，收拾他。婶子，我接个电话啊。没事，你接。刘金柱，你这个混蛋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在市里二人转大舞台呢，小玲呢？和我在一块儿呢。你走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你想急死我呀？我就是想考验考验你心里有没有我。你说你这一着急吧，哎呦，我心里老嘚儿了。你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告诉你刘金柱啊，这件事我绝对不能原谅你。你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。你等你回家呢，我要不收拾你，我就不是你媳妇儿。云子，刘金柱走了，没给你打声招呼？可不是嘛，你说现在这老爷们儿，心里哪还有媳妇儿啊？你们这茬人呐，跟我们那茬人不一样。我家老头子活着的时候，可把我当回事儿了，从来也不惹我生气。你说这女人，要是找不着好丈夫，这一辈子可就毁了。我这有点事想跟你说，你出来一下。
生啊，帮我看一下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刘金柱把小玲给领跑了。领哪儿去了？就跑城里这二人转剧团来了。小玲怎么能去那儿呢？你赶紧去给她找回来。我去了，看门的不让我进。姐，小玲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她看见曲平了。在哪儿看见的？就在二人转剧团看见的。哎，姐，姐别着急。她找她去啊。小玲刚才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刘金柱啊也没看准到底是不是曲平。那咱也得报警去。哎，贾亮哥说了，不能打草惊蛇，万一不是就不好了。正赶上那安转剧团啊招乐手了，贾亮哥说他先混进去，把里边情况摸清楚了以后给咱打电话。咱等贾亮哥电话吧。啊，行，别着急，现在咱先等等啊。怪事儿了。啥怪事儿？董老师在台上弹琴呢。啊，董老师在台上弹琴呢。哎，走，去看看。真厉害，走。那当然了，在这里有谁能比得上董老师？哎呀，我还是没整明白呀，董老师为啥来这儿呢？哦，这里不是招聘乐师吗？你可别逗我了，就是招聘他也不能来这儿啊，这啥地方啊？你是不是给谁打电话了？你给董老师打电话了？没，我给蓝天打电话了。你给蓝天打电话说啥了？嗯，我说你看见曲平在这里。这回我知道董老师为啥来了。那你以后就住这儿啊。哎，你咋在这儿呢？哎，我们两个对对戏啊。行，对完赶紧回去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快。以后你们俩见到任何人就当不认识我，知道吗？明白。明白。金卓，你说你看到那个女人是曲平吗？一晃一过，我也没看准。没关系，如果知道的话，他一定会再出现的，啊！哎，你吓死我了！把我还吓一跳！你看啥呢？
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招聘的那个人是谁？谁啊？我孩子的监护人董家亮。你们认识啊？我们俩高中是一个学校的，他是校干部，能不认识吗？哎，他是不是知道你藏在这儿来假应聘呢？嗯，大概是吧。要不他来干啥？那他怎么没报警呢？说不定他只是怀疑，还没弄准。那咋办呢？我去把他撵走。哎，不行，你要是把他撵走的话，他肯定就报警了。那咋办呢？要不我躲出去吧，我只要不在这儿，他来也是白来。这倒是个办法啊。他来这儿了。能把连生放哪儿呢？应该不会放到村子里。我听八溜子跟我说，他去抢孩子的时候，郎大树的姑娘告诉他，郎大树住院了，蓝月在医院伺候他。那连生说不定就在医院里呢。说两个笑，还过家家。